是时候减责了，请主上迎娶王妃，以安天下百姓的心吧。那孩子有奶吗？殿下指的是那位初恋情人吗？你果真是当年那个孩子吗？殷切期盼的大婚之喜竟幻化成一场噩梦。不起，殿下，您也该让那位安息了。思念的容颜再次出现。恩琪，原来你还活着。寡人今后无论如何都会守护你。1月28号晚间6点到8点，谴责女人们的战争。